intensity to it. Whoa!非常优秀的动作导演 Nick Howard 让影片动作部分表现得特别的真实。If you can do a little more, action. My job on this was to help Hai Long achieve his vision. Not bad. That's where it's gonna go here.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，但是所有东西都是挑战，所有东西直接都是好玩的。吉隆坡的时候天气常常不稳定，然后又都是夜戏，在各种大街小巷翻啊跳啊跑啊，很挑战自己体能的一个状态，每天跑回家的时候都是精疲力尽，隔天到现场再来。 It was very challenging. 四位演员在特别危险的动作里面都是亲身上阵，肿倒还好，应该是撞到碗上还有窗上，我也不知道。就以前都是姜维亚啊在棚里边，那这次是真的从楼上跳下来。其实我心里是真的挺害怕的，哥每次掉下去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惊恐，但挺好玩的。其实我觉得做演员不管什么角色去承受等等一些问题，我觉得这演员应该去面对。Try something new. It's like a dream come true. They working hard and they doing well. They're tough guys. 角色来演好，这种付出在屏幕上是会呈现出来的。Nick did an awesome job. I really learned a lot by working with him. 真的是很幸运，跟这么优秀的团队去合作。